对啊，你之前还没有测 MA 的时候，你是怎样的状况的？就以前的你是怎样的？让我想想一下，讲讲。多少年前？4、5年前。四五年前哦，我之前是就是，神情受阻，全身会抖。不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脑炎。脑炎。在哪里发生？在我去 KL 旅游，迎来柔佛的时候，然后就当天晚上就脑炎，中了脑炎，对，emergency 进院咯，啊，说那时候医生发现是脑炎，有昏迷吗？有，多久？我昏迷了1-2个礼拜，哇，这样久啊？啊，你有醒过？有醒过，但是我还是记得那个时候，还是昏迷那种的。啊，对，苏醒了，这个脑炎就上了那个脑神经。刚才讲的什么？脑神经、中枢神经。中枢神经，说会影响什么呢？刚醒来全身会抖。会抖啊？就我断断自己哦，控制不到会抖。过后还有什么？过后整个眼睛，整个抖还是一般抖？整身抖？整身抖。整身抖。然后眼睛，然后眼睛这里这里这条神经放掉，是啊，看不到东西咯，看得到，但是不会转过去，哦，眼睛没有那个转动，啊，说你看东西只是看直而已哦，我可以转过去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转了，会比较慢，但是可以 movement 了，那个眼球是吗？属于眼球啊，手的方面呢？手就右手的方面呢？右手，脚，右手比较严重。右手表演，这个就不会这样抖了。这个还正常了咯，对吗？这个一点点咯，我看到一点点而已咯。我要用它的时候，它会抖。要用力，对吗？要用力。走路的方面都 OK 了，正常了。所以那时候脑的这个情况就休养，不能上学了咯。啊，对。休息多久？半年，不止。2个月。哦，2个月没有上学。到时就可以正常上学了。学习的方面，脑部没有说什么，都会，记性比较不。记性、反应力什么都慢哦。对。说吃了 MA 大概有多久就可以看到那个改变呢？一个月、2个月还是多久？比较明显，大概是3-4个月。3-4个月哦。对，你阿姨那时候大概是6月拿给你吃的，6月咯，她是5月为经的嘛，6月左右拿给你吃，然后她跟我分享的时候大概是11月，就是看到你的那个改变咯，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帮到你恢复那个健康哦，不然你做很多医疗的那些物理治疗，都帮不到，对吗？都很难哦，这个比较有见效，肯定见效，因为这个是吃细胞的。我们脑部也是细胞主宰的，很重要哦。脑部的问题哦，所以真的 V 的产品很棒哦，可以改善到你的健康。OK， 谢谢你的分享啊。